吼嘿吼，南渡望洋海，吼嘿吼，同人划桨哟，吼嘿吼。这就是耶稣的加粉包。万能的上帝，我虽然只是大洋里的一条小鱼，但上帝并没有忘记我，他为我准备了午餐。来，这就是耶稣你的爱陪伴我。是的，你赐予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拿了一个果子给我吃，我的眼睛亮了，我发现我赤身裸体，我很羞愧。是我失而复得的，死而复生的，我真的不配吧？这是我的手镯，戴上。哦耶！OK， 回转。加油！多一点，要多一点，装满，装满。没关系，但是所以这样子你就他是为你们牺牲，你们等下多喂他吃多一点。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，同者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